海上的不确定性因素非常多，那么为了避免啊在遭遇的时候相互之间形成一个干扰，所以海军基本上他们依照一个规定，也就是所谓海上不预期相遇的一个行动准则啊，来依照这个规定啊来执行一些这个例行的这种操演跟演练，所以这是海军也针对整个相关状况做了一个说明。